嗯，来，吃饱了。哎呀，等等，我手机忘拿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今天你先请我，下次我一定请你。没关系的，我早就给你备了。你怎么还有这手？有人。没电了，那玉涵接不了账。我给你备了。让我付钱，你想得美。他就是那四个，离了我，你还怎么活呀？老板，结账。姥姥，我能吃吗？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。这么热天干什么去了？我陪我妈妈做了一天的鞋，又是买衣服，又是买项链，又是买口红，又是买包包。你买什么了？我买了呀，我买大了。我走了，拜拜，涛涛，拜拜。哎，你不是去面试的，怎么不在家呀？面试的很快。那你面试的怎么样呀？哎，这些面试的这些都是十几个招一个，面试完就没事了。你怎么这么着急找工作呀？就是呀，我离这么多在家里待了两三个月了，哪有大男人天天在家里待着？早上班早占全，对吧？可能没毛病。要不然一看这小伙，要外形就外形，要才华有才华，就你不好做，那多可惜。那你可要抓紧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合适的女孩，可别再泡汤了。等找到工作，一定请你们吃大餐。我们都认识认识。哎，什么舅妈？他们俩没一天。只留下电话号码。还得等一等啊，等多少时间呀？等五六分钟就好了。我准备休息一下。等好几天没有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忙着上学了，还有给忙着做的，对吗？你这么忙？还有忙着和我的女闺蜜玩，还有玩的可爱。比我们都忙啊！我哪有你们忙呀？我哇，你们是大老板，忙着挣钱。那款装好了，要几个？要五个吧。好的，尝尝，我再给你搭一个菜的，回家尝一尝吧。不过你太帅了。你也很帅。你真帅。再见。再见。